你的言语在我上堂，何等甘美，在我口中比蜜更甜。士師基甸，佢嘅記載總共有三章聖經，不過裏邊有五個嘅爬嚟到出現。一個侍奉神、對神有心嘅人，唔需要爬，神能夠將呢個畏懼嚟到除開。讓我哋一路睇經文嘅時候，我哋咧先有一個祈禱先。親愛天父，求你幫助我哋，人生裏頭有好多事情是足以叫我们惧怕，足以叫我们停下来，不向前再继续走。主啊，但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你说我们不要怕，我们照信，我们相信行事的神，我们知道不是我们的能力，而是神你自己的作为。愿我们就俯伏在你面前，仰望你自己的同在，你的保守，让我们勇敢的来到去承担，勇敢的向前行。我们祷告感谢，奉主基督得圣名赐予求，阿门。第七章，基甸击败米甸人。耶路巴力就是基甸和所有跟随他的人早晨起来，在哈律泉旁安营。米甸仍在他北边，靠近摩利冈的平原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：跟随你的人太多，我不能把米甸交在他们手中，免得以色列向我自夸，说是我自己的手救了我。现在你要向这百姓宣告说：凡惧怕战惊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。于是有22000人回去，只剩下10000人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：人还是太多，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，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。我指着谁对你说这人可以跟你去，他就可以跟你去；我指着谁对你说这人不可跟你去，他就不可跟你去。基甸就带百姓下到水旁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：凡用舌头舔水像狗一样舔的，要使他单独站在一处；那些用双膝跪下喝水的，也要使他单独站在一处；用手捧到嘴边舔水的数目有300人，其余的百姓都用双膝跪下喝水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：我要用这舔水的300人拯救你们，把米甸交在你手中，其余的百姓都可以各回自己的地方去。百姓手里拿着食物和角，其余的以色列人，基甸都打发他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帐篷，只留下这300人，米甸仍在他下面的平原上。那夜，耶和华对基甸说：起来，下去攻营，因我已把他交在你手中。倘若你害怕下去，可以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，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，这样你的手就有力量下去攻营。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军营里带着兵器的人边上。米甸人、
亚玛力人和所有东边的人都散布在平原，如同蝗虫那样多，他们的骆驼无数，多如海边的沙。基甸到了那里，看啊，有一人把梦告诉同伴说：看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看啊，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，来到帐幕，把帐幕撞倒，帐幕就翻转倒塌了。同伴回答说：这不是别的，而是以色列人约雅斯的儿子基甸的刀。上帝已把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手中了。基甸听见这梦的叙述和梦的解释，就敬拜上帝。他回到以色列营中说：起来吧，耶和华已把米甸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。于是基甸将300人分成三队，把角和空瓶交在每个人手中，瓶内有火把。他对他们说：看着我，你们要照样做。看啊，我来到营边，我怎样做，你们也要照样做。我和所有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，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吹角喊叫，为耶和华，为基甸。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在半夜之初换光哨的时候来到营旁，他们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。三队的人都吹角打破瓶子，他们左手拿着火把，右手拿着吹的角，喊叫：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他们围着军营，各人站在自己的地方，全营的人都逃窜，一面喊一面逃跑。300人就吹角，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自相击杀，全营的人逃往西利拉的巴哈士他，一直逃到靠近他巴的阿伯米荷拉。从拿弗他利、亚切和马拿西全地来的以色列人被召来追赶米甸人。基甸也派人走遍以法莲山区，说：你们下来迎击米甸人，在他们的前面沿着约旦河把守渡口，直到伯巴拉。于是以法莲众人聚集，沿着约旦河把守渡口，直到伯巴拉。他们捉住了米甸的两个领袖俄纳和西伊伯，他们在俄纳磐石上杀了俄纳，在西伊伯走前那里杀了西伊伯。他们追赶米甸人，把俄纳和西伊伯的首级带到约旦河对岸，到基甸那里。在经文里头，我们见到神是主动让基甸来到在整个军队里面，不是要人多，最后只筛剩300个人，300个战士。为什么？是免得他们夸口，免得有自夸的地方，免得他们真的以为是自己的手去拯救以色列人。神是要让他们去经历到，不是人多少问题，是神自己的工作，要将荣耀归给神。在这场征战里面，我们见到是神亲自去拣选能够被他用，被他来到使用，来到打这场战争的人。神只是区区拣了300个人，这300个人的特质向经文告诉我们，他们在一个共同的地方，就是警醒，是有准备的，不是去凑合而成一支的军队，人多不是，而是每一个都有准备来到去迎战，来到去靠着神，去经历神自己的同在的一班人。这300个人他们是有警醒的心，有准备好，以致他们能够经历到这一场得胜的战争。我们感谢神的同在。
我哋见到经文里边提醒我哋，免得自夸，啊，让我哋咧将荣耀归俾神。意思咧系我哋或者生活里头，我哋有能力嘅，神俾我哋一定嘅能力。嗱，唔系好似经文里边究竟系三百啊，几多百、几多千、几多万，唔系个数量嘅问题，而系个质素里边。是怎样放在神的手里头，只要能够放在神的手上，那个量可能不多的，不过神能够用得到。今天或者神给我们很大的数量又好，小数量又好，但是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将荣耀归给神，多少是神给的，我们为到神所给的感恩，但我们都需要来到去对得准这些一切是从神而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去感恩，我们能够做到什么，我们去感恩。神给我聪明智慧，给我财富，什么都好，是神给的。既然是神给的时候，我们没有什么夸口，让我们懂得不是夸自己，我们懂得将荣耀归给神，因为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。第二，只有警醒的人才能够被拣选，能够去服侍神。今天我们需要警醒的地方是什么？我们要知道现在正处在末世的里头，我们面对着很多不同的迷惑、诱惑。如果我们不警醒，魔鬼在用很多方法去摇动我们对神的信心，或者摇动我们对神的倚靠，我们就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做，我们一定失败，我们一定会输，因为我们只有靠耶稣基督才能够得胜。我们警醒捉紧神去留意住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面对各样的挑战。今天我们面对主很快回来的日子，我们怎样去警醒，怎样紧守自己，怎样等候，用祷告来到紧紧的跟随主。我们唯有警醒的人才能够去被神去使用得到。求主怜悯帮助我们。今集背诵的金句是：基甸听见这梦的叙述和梦的解释，就敬拜上帝。他回到以色列营中，说：起来吧，耶和华已把米甸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。士师记7:15。